我们俩这一大早，然后物业敲门敲醒了，反正没到我们起床的点呢。然后物业来了说，我捡了个狗，你要吗？我捡了个狗，你要吗？我们说那个，你听的不一直都是你家狗尿了。我听说你们家狗尿了，你们家狗尿了。说那个，你看一眼你们家狗尿了。我说啊，虽然跑外了还尿了。保安大哥特别逗，我们说我们待会儿再去。保安说，不带来，不然我们中午还得管顿饭。对，说你赶紧来，说不然我们还得管顿饭。我还是看眼睛，我这眼都没洗，大哥们困死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样，这还队长过来给我，但是还刚做完绝育，还是你这是刚做没有？他就是穿了个兜儿。你是谁家的？那。不是咱院儿的吗？好像不是，嗯，外面地下活。在院里捡的。有一个老太太家送进来的。啊。啊。行。那我给他拍点照片，然后先在小区里贴一贴，行吗？也行。啊。你先把它弄上去。啊，行。你是个啥玩意儿，孩子？他是个公狗。是个公狗，还穿了个小肚兜。你肯定是谁家的小宝贝儿啊？你叫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跑丢了呢？你叫小肚兜吧？不许欺负我们啊！嗯。这个傻狗狗，不许碰我们家柴犬哎！你还要骑我们 Seven， 你这只狗 Seven 还要骑它，你俩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见识到泰迪了，狗子肚兜 Seven。 啊，完全没不在意家里面的狗，而且它是个公狗啊 ，Seven， 人家不喜欢你，不喜欢你了，人家不喜欢你了，你老揪我们尾巴，陈谈，你这次有一只狗有什么想法？茶叶这跟化了浓妆一样，啊，这睡醒还没擦过脸呢。你不是你干嘛呀？哎，你这就是狗仗人势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给他放地上，你给他放地上，下去，你给我下去，下去，啊！你还敢骂我们家狗子吗？茶叶打他，抽他！哎，这你，三碗制服他，这你就怂了。你当时打11那股劲头去哪儿了？啊！而且你比他岁数大。你不得？哎，你什么、啊？你怎么用爪子打架呢？这就是喷猫过多了。啊！你怎么拿爪子拍人家呢？你别看我，不理你。我不理你，甭看我。你跟我们家只能当小弟啊。Seven， 哎。我这今天还要去医院带球球，他咋整？输液，你跟我去医院行吗？咱去医院待着去吧，啊？成吧？你说这谁看得住你？跟家里找地儿脚尿。谢谢。就你自己溜达？我自己溜达过来的，快累死我了。先看看这狗眼熟吗？妈，咋还穿个这个呢？我一开始，泰迪问你长得不都一样吗？穿衣服的见过吗？你待着啊。狗儿，喂，啊，喂，狗儿，没反应，傻乎乎的狗娃，狗娃，人主人一会儿过来吗？
是他哈。嗯，七岁了。七岁的你不认识家不知道名字吗？傻孩子。他就是我们小区的。小我们小区问了一圈没有人认识他。你是怎么生活在我们小区的？狗娃。他就叫狗娃吗？就叫狗娃。他怎么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啊？七岁了。等等。这个傻乎乎。又把你丢了。在这儿在这儿。这儿这儿这儿。哎呀，狗娃呀！你怎么傻乎乎呢？那不知道叫了呢？太谢谢你了。没事。我找一天。哎呦，我找了一天。真傻乎乎，这孩子，他也不知道，啥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叫，也不认识家。还认识家？我带着他，我还在小区里问，然后说没见过他。我后过来的，还过来两个多月啊！我说呢，原来没见过。对，我有电话号码，我以后得给他套，对，挂个啊，对，得给胳膊子上。没事，就这一回，在小区里就都认识。咱小区小，嗯、是吧？嗯嗯，好吧，回家吧。谢谢啊。没事，这傻乎乎的。